我惩罚你现在跟他黄了，跟你对象。行，我也打电话啊。嗯，这俩黄了。如果我只是个怀木羊人，就当我站在你给他发打电话就说。你给他打电话就唱勉为其难、啊、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。行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咱俩分路吧，在这个非常好的日子里咱俩分路吧，跟他说一下。行行行，没毛病没毛病啊。哎，嗯、喂，事儿啊，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我不爱你了，我在外边有别人了，我咱俩分手吧，再见，我大好的日子分个手祝个幸啥的。你当成孩子，你打电话，话费没那么多。你说啥？我说你当成孩子就行，别说打电话，打电话挺会花，挺费电话费的。啊，行。我说咱俩分手吧，再见。他搁那屋呢。啊。都同居了都啊。这他妈难受啊，看我捏吗，哎呀气死我了。你难受啥呀，不是你难受啥呀，我太生气了。不是你生啥气呀，嘎疼。哎呀不是，给这门锁上，要是今天晚上出不来。好嘞，行，我一会儿给他门锁上，我让他今天晚上出不来，你去帮我取人钥匙，把自己反锁屋里。对，完了吧，老欠了我。完了，把钥匙从那个门下边那个缝撇出来。啊！别出来了！嗯、完了！哎呀，这他妈的，这不是我行我他妈拆散一对是一对，这怎么还给我干的吗？哎呀！同居的人都操！